我跟他最接近的时候，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.01公分，我对他一无所知。6个钟头之后，他喜欢上另外一个人。是我失恋了，我就会去跑步，因为跑步可以将你身体里面的水分蒸发掉，而让我不那么容易流泪。如果有多张船飞，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？叶飞，不如我哋由头嚟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。秋刀鱼会过期，肉酱也会过期。连保鲜纸都会过期，我开始怀疑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？人家说失恋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，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。不过很奇怪的，那一天之后，我的金头发就突然之间不见了，就像我的初恋。我开始觉得我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是很不负责任，我不应该随便打开人家的店，说来就来，说去就去，因为每一家店都有感情。这个发现对我来讲影响很大，我决定要改变一下我自己。我听人讲这个世界有种雀仔无脚，佢只可以一直咁飞啊飞，飞到攰嗰阵就喺啲风入边瞓觉。用雀仔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，一次就系佢死嘅时候。我合作了155个星期，今次是第一次坐埋一齐。平时我哋唔多见，因为人嘅感情系好难控制。
最好嘅拍档系唔应该有私人感情。每一天你都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，那个人呢，可能会变成你的朋友，或者是知己。可是我知道，这班警察绝对不会是我的知己。着西装打呔，攞大哥电话有咩用啊？啊？跟啲咁嘅大佬？吔屎啊你！冇几耐之前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佢送一瓶酒俾我，佢话叫醉生梦死，人饮咗之后，无论以前做过啲咩都可以唔记得。其实醉生梦死只不过是他跟我开的玩笑。你越来想知道是不是不记得了的时候，你反而会记得更加清楚。我曾经听人讲过，当你不可以再拥有的时候，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。最好的时候，最终的人都不在我身边，有时间可以翻转头就几好。